今次咧就请到八位嘅著名歌星坐镇嘅，佢哋分别就系张国荣、钟镇涛、陈百强、张学友、叶倩文、苏芮、吕方同埋邝美云，可以讲到话系钻石阵容，啲歌迷咧真系有福啦！星期三，由歌星艺员共商盛举嘅白金巨星姚宝良举行记者招待会。星期四，我哋嘅艺员同事出席咗由香港管弦乐团主办嘅名人珍藏大倾销名人红星齐行线活动，咁佢哋捐出私人珍藏物品俾大家拍卖嘅。咁好啦，当晚嘅节目圆满结束之后咧，咁啊全行艺员啦，总动员啦，可以讲啊，就系大家庆祝下啦，互相祝酒嘅。咁啊，当晚愉快气氛，大家透过荧光幕都感受到啦，系咪？真系值得饮杯啊！系啊。